那我们下一个万有引力班。对，万有引力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有引力的班长王迪。然后我想说一句，就是我想感谢每一位，就是万有引力的同学，因为我这次没有参加，但是你们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对我们来说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这期也没有参加，你们也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，谢谢你们。听不懂没关系。他们很敢选。听不懂没关系。哇，这终于 vocal 了，我的妈呀！其实知道原唱是林俊杰，前两个汇报演出是两个不同的风格，然后这次第三次的话，我们又想换一个，然后偏一点有起伏的，然后有偏 vocal 的点，所以听不懂没关系是我们的首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视频。林俊杰、还好没选这个吧，还好没选这个。这什么呀，这是我打死都不会选这首歌，真的。哇，当从视频里看完他的编舞和编曲之后，比较有信心，因为确实不出我们所料，就是一首和之前风格有很大改变的歌曲。我对我们下次公演很有自信，只要我们好好努力，然后正常发挥的话，应该能拿到前三。